大家好，我是蔡英文，今天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说，这个周末请大家没有必要不要出门，待在家里可以减少感染的风险。防疫不容易，我们第一线防疫人员正尽全力在拼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降低接触风险，减少接触的机会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家里不要出门。当然如果真的需要出门，一定戴口罩，啊，戴好戴满，违反规定就会被开罚。最后有个专业的建议，如果你跟确诊者没有接触史，也没有出现症状，请暂缓筛检，把医疗资源留给需要的人，也避免出门感染的风险。疫情期间可能有些不便，请大家相互体谅配合，也随时关注指挥中心的最新的指引，我们团结齐心一起打赢这一仗。拜托大家相互提醒，帮忙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托 Lola。